是礼拜三的时候，老师就要改那个 paper 里面的东西。对，那我想问老师说，这个要知道怎么用哪一个脚本？什么 behavior 来陈君的 paper， 或者是你有陈君的那个硕士论文吗？什么？对，然后你图拉下来看一下有没有升温的，这个吗？看一下，等下图我看一下，这好像是原子比例的，哦，那不是。那这一篇没有，应该是另外一篇。好，陈君有两篇 paper 吗？另外一篇，另外一篇我好像没有，另外一篇没有，那有看出来了呢。或者你陈君的硕士论文有吗？我没有，我看一下。你刚刚不是有他的那个投稿期刊吗？其中有一篇就是啦。下面那一篇，对，右边没有吗？右边他没有附 Word 档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这看出来了。对，不是再下来。对，这个 SD。哦，好。脚本应该都有吧？有，都有。对，就是慢慢升温上去，它开始 SD 斜率产生变化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材料的熔点。那我再跑，那它模型的图也要画出来，就是。哪一个模型的图？就是升温的、啊，就老师说要用两个 type 那个。对，这边可能要先做一个，就是全部都是正常的 HEA， 然后一个是结晶的，就是两个不同系统，单独就是全部都是结晶的，然后全部都是 HEA 的，然后还有这边不同比例的。哦，所以就可能要做很多种，不同比例的，你看是不是选个三组来做就好啊？好，比如说75跟什么？这边就我也只有三组，就52、5跟75这样。哦，你上面这个0515、25是指它的那个 swap 的过程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这个零的是就是都是 H 存 HEA， 然后这个是50，25是50。这看出来有什么差异吗？就是5跟15、25。没有很明显，就几乎长一样。只是它能量比较低而已。但没有，就能量就其实差不多了。哦，你那个平坦的区域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其实都差不多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前面几次就这样了。啊，这里有吗？这里哪里？我画了，你看不看得到？有看得到，没有这前面几次它就降很低，所以可能第一次它因为第一次 minimize 之后，它就可能就降到这附近了，所以好啊，那不然就画就是25就好了啦，中间不要，因为看不出来了。
就跑一下那个 SD。哦，然后这个的部分，我是有找了几篇，它是 Amorphous 的，哦，他们的也都会有中。哦，最后就跑起来。找了几篇，但他们都是 Amorphous， 就是，没关系。那有没有什么原因？他是说，就是从实验有观察到这个现象。我找寻你把那个原因看一下，然后结构的分析有没有做？结构的分析就是 FCC 啊，然后 other 那些东西，我说变化过程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有这边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统计的图百分比？百分比还没有。哎、欸，好，不然你先画一下百分比好，不然你成均的图。打开看一下，应该有吧？刚刚那一，哎有，刚刚有看到，这个吧，哎，这个是转换的比例。有没有就是说你下面这边是 strength， 然后这个，哎、欸、对，就是这个。好，好，对你画一下，看一下它那个后面起来的时候，它这边微结构是什么变化？好，好，对，哦。对，然后下面就是那个，然后那个 CSRO 的，等一下，比较大的图，主要说做纯 HEA 跟那个 MCMD 玩的 CSRO 的，就两个就好。哎、欸，对，差不多。OK， 好。哦，ESO 的部分就是，那个双元的只差一点点，就是 reference data， 然后我高商的也都跑完了。欸、所以你上次不是说哪一个 cluster 不能 run， 另外一个就可以吗？没有，那个是我没有改到他那个 k point 啊，因为我是一直下去算那个高商的要另外改他的那个 k point， 对、欸，就是 k point 没改到太大，所以会导致机体不够。哦 ，OK， k point 改掉就好了。然后对，然后说要把那个就是要算那个 mix， 就是。双元的，像我现在这一个原本要丢去 fitting 的，就是估是三个，然后各是两个，哎，各是一个，那要倒过来做，就是丢进那个 mix 里，对，那个还没用，那对，就现在的就只差那个，但我不知道 L 一二要不要塞那个 MD 的进去，还是先不用。ND 吗？嗯，应该先不用了，不然又要 run 很多。先看一下会不会稳定，如果稳定的话那就不用了。我就把以前算过 MD 丢进去了。对对对。对。现在有在 fitting 的嘛？PSO 虽然 data 不够，还没，因为那个高商的前阵子。就是他算蛮久，然后、啊、因为现在要多那个要把那个高商丢进去
弹性常数嘛。哎、欸，哦 ，OK， 好。现在是算出来了，看起来也蛮正常，高伤的。OK， 好，所以 L 一二放进去就应该就比较容易稳定了吗？应该可以，就以如果是上次那个只 fitting 钨跟铁的，看起来是价值又稳定。OK。啊、所以我们现在先试一下全部一起 fitting 好。嗯，对。好 ，OK。这礼拜找的 paper 是就先那个吗？要不然等一下时间不够。好，像我先结束会议，因为剩六分钟。哦，好，六分钟可以报完，应该可以啊。好，来，那这礼拜找的是阿摩尼，然后他做的是金像跟非金像的，然后他做一个滑椅，然后中间，他 amorphous 是插在一个中间，然后圆柱状，对，然后他研究说他滑移过去，他的那个机械会做什么，会有什么影响，然后他做三种，一种是没有 amorphous， 一种是中间有圆柱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中间插一个圆柱跟一个界面的 amorphous 界面这样。欸、他的模研究，他做这个的题目是动机是什么？这是哪一国人做的？中国。动机。欸、是有相对应的实验吗？实验做这个东西。他好像 就只是在想要研究非金跟金间的变化，就是他们amorphous 跟晶体结构会有什么影响？就这样，因为好像有些人是那个金那个什么圆柱在中间，有些是就是他想研究那个界面的。就他这个界面是想来研究他的界面会有什么影响，他这个圆柱好像就没有特别提到。他是把 HEA 中间塞一个类似圆柱状的 amorphous 吗？就是同样比例的 但他是结构是 amorphous，就是他全部都是高伤，但是只有中间这一块是结构不一样。啊，他白色的地方是空的吗？还是说他其实只是挖空？示意图，白色的吗？对，白色的是就是 HEA， 就是他把它拿掉。对 对， 對，他只是示意图，这些都是 HEA 这样，就是它下面会有图，这样，它就是这样。小许，当然数值上我们可以随意的弄这样形状嘛，嗯，但是如果做一个研究的话，最好他猜想出来的有一个相对应的实验，或是有可能可以做得到，嗯，所以他有相对应的实验吗？还是只是数值上类预测，如果有这种材料，可能有什么特性？看起来是之前很多人做那个金属玻璃跟晶体结构的一些也是模拟的，然后也有人做实验做出来，就是那个金属玻璃跟晶体的结构确就是会有这样的加强的效果，然后，但他好像没有
讲到说这个原著有什么用。好，没关系 ，OK， 来，没有特别提到原著。对，然后他提到说他的那个原著的那个尺寸会影响，会增加他的那个，然后他的这个界面，哦，还有他中间的距离，就是他原著他会做这种很多原著，然后看跟他们中间的这个距离的，那他的这个距离越近的话，就会增加他的强度，这样。OK， 然后他也做了不同温度下的比较。OK， 然后他的势能是好，剩1分40秒。看吗？上掉了，好，没关系。这里知道，那跟赵局长聊。微微学长有听到吗？哦，有。好，那老师说他后面知道了，对，就不用了。好，那我先结束会议，我开一个新的，稍等我一下。等下赵旭现在还好吧？问他一下。好，像老师问你说现在状况怎么样？我不知道我前我不知道是我冷气吹太冷流鼻水，还是那个有确诊，反正。应该是还好，没有很不舒服。那你有快筛吗？